从2011年起，我开始投入到跨文化交流当中。一开始，我对于不同艺术形式的身体语言和训练方法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也开始了解到艺术形式和文化的跨越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无限可能。2017年避难阶段的诞生和最难阶段的举办，使我开始以更加宏观的角度看待跨文化和跨领域交流。身体训练和文化形式的发展之外，跨越也同样在冲击着参与者对于自身的文化组织和文化环境的思考。我开始想象跨越作为一种策略，如何去冲击和挑战文化和艺术的种种既有框架。三年来，最难阶段以微薄的资源和力量，邀请了来自超过10个亚洲城市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汇集新加坡，共同讨论身体研究、创作方法，以及更重要的文化环境的挑战和未来。这个策略主要分为3个部分的跨越。第一，身体的跨越。我在最难阶段里设计了一个针对身体研究和演员训练的大师班。这个大师班每一次都会邀请2位来自不同艺术形式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一起上课。我整理出了6个基本元素：核心、控制、循环、节奏、空间、创作。我请上课的2位老师将自己累积数10年的训练和表演分解成为这6个基本元素。这个大师班包含了至少3个层面上面的跨越和实验。第一，老师们被要求以最基本的元素去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体，这就使得他们也在学习如何重新认识、分析和解构自己学习了数10年的训练和表演形式。这是一次对自我表演语言的重新思考。第二，当2个老师共同指导一个工作坊，那学员们啊，同时也包括老师们自己，势必开始对所看到的、所听到的2种不同的方法开始进行比较。这个比较所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不是在学习某一种具体的传统，而是通过对传统的探索去重新思考并创造属于自己的身体语言。第三，学员们如何在同时学习2种不同表演形式背后的理念和基本元素之后，能够进行吸收、整合、翻译成为自己的片段呈现，去进行总结，并在日后加以发展和运用。二，艺术形式的跨越。形式的跨越要求对彼此文化的深入了解，这种深入了解的前提是对彼此平等的尊重，以及去了解和学习对方的好奇与渴望。2018年在创作《一路未知》的过程当中，我将参与的7位艺术家分成2人一组，以所有的组合的可能配对，然后在2天的时间内让他们轮流以老师和学生的身份向彼此传授和学习。这个过程大大的刺激了这些艺术家们的思辨和创意。上午的时候你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老师，下午的时候你却是另外一个人的学生。今天你可能是在教日本能剧大师学习马来舞蹈，明天你可能是在向一位印尼大师学习爪哇传统舞蹈。尊重和学习的下一步呢，是合作。他们的教导与学习成果成为了最后创作演出的素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在思考自己的艺术形式的未来是什么。这些年我开始在思考什么是亚洲的当代艺术。亚洲蕴含着许多数100年甚至上千年的艺术形式，如果这些艺术形式不仅仅是被视作传统艺术，不仅仅是被保护被传承，而是能够不断跨越和发展，那么它们各自会形成什么样的当代艺术？
他们又有没有作为一种当代共同体的可能？最难阶段中所探索的模式，也许能够为亚洲传统艺术和亚洲当代艺术提供一个新的创作模式和艺术形式。第三，文化环境的跨越。最难阶段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发生在台上和台下的对话，这包括了排练、公开排练、各种各样的交流会，还有一个公开论坛。我总是问每一个参与的艺术家一个相同的问题：你的文化组织现在最大的挑战和问题是什么？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开始解剖自己的文化组织在所在的文化环境里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创作问题、发展问题等等，并且开始好奇地询问彼此应对的策略和挑战。这些分析和分享最终也成为了演出和艺术节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艺术的问题也许是更形而上的，但是艺术家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是真实的、具体的并且迫切的。我开始自我意识到，这些年我参与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经验最大的成果，也许并不仅仅是身体的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作品的创作，而是避难阶段和最难阶段的诞生、文化领袖的培养，以及他们对于新加坡乃至区域性的文化环境未来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艺术家和官方之间的对话能否像在最难阶段的舞台上那样更加思辨、更有创意？三年来，我一直试图将最难阶段当作实验作品去看待。艺术家是怎样成为文化领袖的？艺术家的本质是创造力。艺术家用他们的创造力不断地拓展舞台的边界，但是创造力不应当只是局限在舞台上，我们应当能够用我们的创造力去探索舞台之下的边界，去创造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艺术组织、艺术平台和艺术环境。只有这样，艺术家就不只是作品的领导者，更是一个艺术组织的领导者，更是一个跨城市、跨文化、跨领域的网络领导者。艺术家就不再只是以舞台上的作品去表达和启发，更有可能走到舞台下去推动和改革。